爸爸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因为刚才姨婆手机开的声音很大，所以你听不清楚。这个字是我自己写的。爸爸节日快乐。今天是父亲节，黄晓明在社交平台晒出一段儿子表白自己的视频。五岁的小海绵不仅自己亲手写下父亲节祝福，还把贺卡制作成了心形，简直懂事又贴心。当听到他奶声奶气表白的声音，相信小明哥的心都被融化了吧。在此之前，黄晓明还曾晒出与父亲及儿子的温馨合照，照片中祖孙三代身穿亲子篮球服，画面真的超有爱。虽然黄晓明和 baby 已经离婚，但是两人表明会共同抚养儿子。而在小海绵心中，爸爸妈妈似乎也并没有变化。当然不管大人如何，都希望小海绵能一直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哦。